快解释一下，这个账号是有公用账号。我们快解释一下，这个账号是一个用户，他已经登入了，然后已经投完票，他的选项是这边五个选项，他选项是一二三四，第四个选项。每一个人投完票之后，会有一个 unique 的一个 voter ID， 那可以直接去这个以太坊的这个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上面去查验自己的投票的内容跟这个 voter ID。所以现在他的 voter ID 是这个数字，然后选的是第四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验证自己投的票。点下去这个以太坊到这边来之后。这里啊，GIS233。GIS233。